针对这次这个水灾的特点，因为救护车无法到达，所以我们特别派出了水陆两栖的全息的这个救援车，这个参与了整个的救援活动。看到它有一共有八个轮子，它是这个八驱的一个驱动的。那么它装上履带，就会在雪地上进行救援。但没有履带的时候呢，它就在水中、还有湖泊、还有沼地啊，去进行救援。这是一个担架，然后我的医生呢就在后舱里边，然后给病人进行这个吸氧，还有相关的进行处置，最后呢跟救护车进行相关的接驳。今天这不我们上这儿来了，特别幸运，我们感到特别感动。我们就在这儿住，已经淹到一楼了，把我们转移到这儿，这就是来的那天还没事呢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等于是第三天。然后水就淹到一楼了啊！对，救援来的呢，还挺好的，好像可以。